刚拆的是那个相机的那根线，相机USB线。 这个是气管，下边这个是冷却，给镜片冷却用的，上边这个是调压阀，是给切割用器用的，上下两个，这是切割用器。 好，线我们现在就弄完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线给缝起来，我们会捧到这个地方，把线给盘起来，捧到这里就可以了，行，线先别弄了，先弄那个吧，先拆那个吧，捅到这儿去了，对，好，线的话就完事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坦克链怎么拆。 坦克链也是，这里有螺丝，螺丝我们还会给你固定到这个架支架上。 然后把这个托板拆掉，托板稍等一下，托板这儿有螺丝，看到没有？黑色的，把这前边一个螺丝，你拆吧。 松开，还有后边有个中间有个螺丝，这里，这里中间的，后边有个螺丝，这里，松开，好，好。 往起拿就可以 ，OK。好 ，OK， 这个托板就拿掉了啊。下面把这个拿一下，把这俩的对，上边这个现在拆的这个是切割用器啊，切割用器的。
这个是切割用的，这个。好，下边这个是冷却镜片冷却用的啊。我们现在把线捋起来就 OK 了，整个拆卸已经完成了啊。整个拆卸已经完成，线路的安装跟拆，安装跟那个拆卸都从这里 OK。